阿门，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主。那的确没错呢。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叫做呢“勇敢前行”，对吗？勇敢前行，英文就是说 “be brave, move forward”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要勇敢前行的时候，在今年已经快要进入失业了，你的勇敢在哪里呢？你到底前行到什么地方呢？ 最近我在思考一些问题。如果你有跟着我的 Facebook 的话，你会发现，因为最近我发现呢，教会呢，真的，如果要看到教会勇敢前行的话，为什么教会不能够前行？为什么教会不能够勇敢？很多弟兄姐妹都很勇敢，但是呢，他勇敢的当中前行不到，为什么呢？肯定他背后有一些东西拉着他，不是他不要走，但是是有东西拉着他。 那么我们看到呢，在普遍的全世界的教会呢，都有所谓的 the twenty-eight barrier。什么是 twenty-eight barrier？就是当今的教会啊，都会面对呢，二十八岁或者有些人说。 八十二十在企业界里面哈，在直销界也好，怎么都会有这个 principle 的哈，都有二十八十八十二十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说教会里面呢，只有二十八岁的人做教会八十八岁的工作，明白吗？教会有两百个人，那么八十八岁是多少啊？一百六十，对不对？一百六十个该做的东西，只有通过。 四十个人，啊，去做，啊，你发现呢？来来去去就是那几个，呃，去宣教了啦，哈，啊，来来去去是那几个唱歌，来来去去是那几个组长，来来去去是那几个。那当然，如果这一年是这样，如果明年又是那几个，后年又是那个几个，当我们讲勇敢前行的时候，你很勇敢，你要前行，但是后面好像有东西拉住你，你前行不了。 那么我我们发现最大的拦主，我们前行的拦主是什么？当然，第一我们要讲了哈，是奉主呢。很多时候我们要讲很实际的东西，对不对？第一个的实际的问题是什么呢？尤其是你来礼拜天早上的聚会了哈，你觉得哎呀，今天呢、哦，我有肉体的软弱，因为哈、哦，牧师你懂了，我已经工作了一整周了了。 难得有好好的睡，请放过我吧，或者你更是上帝啊，请你放过我吧啊啊、哦，有没有？那第二个男主是什么呢？哎呀，就好像彼得哦啊，耶稣的门徒跟耶稣讲啊、哦，主啊，怎么样？我心灵啊。哦 我心真的是很愿意的，但是我肉体软弱。哇，啊，我肉体很软弱。你发现很多时候，你要不试死的时候，你又怕人家讲你，所以你很胆怯，然后感觉哎呀，我是小胆的啦，我没有办法做这些大的事情啦。或者呢，你觉得有一些很过去的影响，哇，以前哦，你你你你不小心哦，你跌下去河水那边哦，差不多要淹死，听到去我们阿斯蒂那边有河，就很怕了，不敢去宣教哦。 就开始怕了，一种恐惧感，对不对？哦，或者哇，叫你去派传单，派传单容易吗？很容易。但是以前你派个传单被狗追哦,哦，现在派传单，哎呦，莫搞我，我不要去，我就要怕狗去追我。哎呀，有好多人有很多人哦，过去那种的影响啊，那种的害怕，或者曾经做过一次了，哇，给人家骂，给人家讲，那你就很害怕，不敢去了。 或者给别人的批评，哦，你觉得哇，别人就像我做这样，人家会讲我嘞，怎么办？人家会笑我怎么办？ 哦，呃，就会讲，哎，张么你这样的，哇，开始或者我们以人来相比，我们觉得，哎呀，那个比较好了，哎，那个小组比较好，哦，我们的小组比较差，因为我才读小学毕业，呃、哦，那个组长哦，高中三全校拿第一名的，哦，我是我是全校拿第一名，但是我是最后一名钻起来的，我怎么样能够带小组呢？所以，你弟兄姐妹，你会发现我们有很多很多的理由，很多很多的拦阻，这些都是我们很熟悉的。 但是有一样的男主，是我们从来没有想到的，而且呢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什么男主呢？这个男主叫做，或者我不能够说男主是说软弱，就是说，是跟家庭有关系的软弱，啊，跟家庭，啊，Witnesses regards to family，这是家庭。 那弟兄姐妹，你没有发现，当你很想服侍上帝的时候，服侍服侍上帝是不是一件喜乐的事情啊？是不是喜乐的事情啊？不错，所以你发现服侍神是一件很喜乐的事情。但是每一次你要服侍神的时候，尤其是丈夫要去小组的时候，太太就跟丈夫大吵一番。又去小组，你就去去什么什么啊？要去教会，会把你自己搬去教会住更好啊？ 搬去牧师家，牧师租一间房给你住，在他家不更好？对呀、啊，哎，真的是有时候会有这种情形的哦。那么呢，哎，有些妻子呢，呃，就要去教会服侍的时候，丈夫就跟他吵一番，吵啊吵啊吵啊。那你会发现呢，夫爸爸也吵，妈妈也吵。那么呢？ 很可怜的，就是小朋友了，就是爸爸吵妈妈吵的时候呢，哦，就是这样吵一下吵一下呢，这些孩子就开始厌烦了，哈，哎呀，爸爸吵妈妈吵啊，啊，就我呀，爸妈不要吵了啦，对吗？你会发现呢、哦，开始你的孩子从小长大的时候，他开始对服侍，对去教会，因为每一次父母要去教会，就会有大吵。 每次爸爸要去小组，妈妈就跟他吵架；每次妈妈要去服饰，爸爸就跟他吵架。那弟兄姐妹，我们不用教我们小孩，这个就已经传出一个信息，就是要去服饰的时候一定会吵架，而且是家钱不灵的时候。那长大之后，你认为你的孩子会很 happy 去教会吗？肯定不会，一定很讨厌去教会。 甚至呢，到一个地步，我不要成为基督徒，你拜你的，我拜我的，有没有？所以那那我们回来看，上个礼拜八十八十在讲讲耶稣呀了哈，因为我们这整个月都一直在讲耶稣呀哈，耶稣呀，那耶稣呀一个最大家最熟悉的一段经文，那个经文是在二十四章耶稣呀。 十五节，至于我和我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弟兄姐妹，耶稣也说：“至于我和我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”今天晚上，我们要从耶稣亚其中一部分，对侍奉神有怎么样的理解跟执着？为什么耶稣亚这么成功？为什么耶稣亚这么成功？第一。 耶稣呀，对家庭有正确的观念。耶稣呀呢，对家庭有正确的观念，有正确的心态，有正确的呃的思想啊、哦，有正确的思想。那么英文的这个新普及译本哈，这、哦就是 New Living Translation 哈、哦、他就讲说呢，他说，But as for me and my Family，跟我一起来读好不好？一、二、三。As for me and my family，啊，这是说什么呢？We will serve the Lord。啊，简单的翻译一下，华文就是我和我的家人，我们将会服侍主。简单吗？这是说呢，我们再来看另外一版本，就是尤金·彼得森牧师。 翻译的这个信息版英文的 message，他怎么样翻译的？他说：“As for me and my family, we will worship God。就”这是我跟我的家人，我们必能够敬拜神。那从这里我们看到呢，服侍神就是敬拜神，就是服侍神。 所以，当你来教会，带你孩子来教会的时候，其实你在训练你孩子在服侍神。对，啊，慢慢给你们一个观念。那另外一个版本，英文的哦，这个呃，中文的版本叫做《当代圣经》，他说：“至于我和我全家，这个就更清楚了，不是我家，我的全家。那这个全家到底什么？我们必。” 侍奉耶和华，简单明了，就是说，耶稣啊的观念就是说，罪我，还有我的全家大大小小，年幼老少，OK，安哥安弟，阿伯阿妈，啊，全部我们必定一定会侍奉。 耶和华一定会敬拜神，这个就是耶稣雅的对家庭的执着。弟兄姐妹，耶稣雅对家庭的执着是你对家庭的执着吗？还是讲哎呀，老公去就好了，或者有些丈夫讲老婆去做组长就好了，我不用做，老婆去就好。哎呀，什么事情老公去就好，儿子去就够了了，还有这么多人去，做吗？没有没有？甚至讲什么我的全家。 另外一个版本呢，英文现代版本，他说：“I want my family and I are going to worship and obey the Lord.” Wow，这个意思就更深了。他说：“我的家庭和我，我的家庭和我，我们要去敬拜和顺父神。”一种姐妹，是奉神，不只是敬拜哦。 是奉神是什么？顺服神所以你发现为什么呢？做组长的、做牧师的要，哦，苦口婆心的叫你去侍奉神，因为当你是奉神的时候，就是教导你顺服神，obey the Lord。所以呢 NIV 就很清楚，NIV 是我们很熟悉的。他说：“But as for me and my household,” We were s r v e d the lot。那我们再回到来中文和和本，我们熟悉。至于我和我家，我们必定是奉耶和华。那么现在我们要研究这个英文字 “household”。我们知道有时候中文哦，要翻译很难的。啊，house 是什么？房子啊，屋子啊。啊，family 啊，home 啊。 也是有时候要翻译很难。那讲到 household 的时候，我觉得呢，我把它翻译成为家户。为什么叫家户哦，什么是家户？家户哦。w h a t is a household？什么是家户呢？家户就是一个家户及其居住者被视为一个单位，就是这个 household 这个屋子里面住在一起的人，呃、哦，被看成一个单位。 住在一起的人哦，无论有阿哥啊、阿妈啊、二叔啊、三叔啊、二舅啊，住在一起，他就是一个家户，一个 household。OK，那我们来看看一下。第一，啊，普通的家庭呢，有爸爸妈妈，有孩子，有儿女啊，这个我们叫做家户，一个 household。第二。 那么诶，也有几个成人共享一间房子的哈。我们知道有很多年轻人呢、啊，可能去 KL 啊，去新加坡啊，啊，租一个 HDB flat 啊，住在一起哈。啊，虽然不是流同一个血的，但是我们住在一个家，我们好像一个家人，有没有？哦、第三诶，就是核心家庭与主妇啊，就是有一些家庭，什么叫核心家庭？Nuclear family。 特心家庭是指一对，安一下，这、就是指由一对夫妻和其子女组成的，哦，然后呢，并且共居住在同一个屋檐下 （under one roof）。那与之相对的就是 external family，就是大家庭。什么是 external family？就是说，我一家人，那我一家三口，我跟我的妻子。 还有我的女儿，我们一家人我们 immediate family，然后我们这 immediate family 可能在我的家里面还有我的爸爸妈妈，或者是可能假设说，因为比较上一代的人哦，他一个家里面他可以住几个兄弟哦在一起，然后这几个兄弟可能啊二哥、三哥、四哥住在一起第二间就二哥跟他的家庭住喽。 孩子怎么住在那边呢？哦，呃，三哥结婚了，还有老婆啊，哦，呃，孩子就住另外一间哦，哈，因为以前的屋子是很大间的嘛，哈，不像现在的单位很小，哈，就有一点像沙老院东马的藏屋一样，是一间屋子，但是有很多的家庭在里面，哈，就是这样的情形。所以核心家庭中的子女呢，无论是亲生的还是收留的，哎，可能你有 adopt，你有领养，哈。 哎，也是也是算是这样的，也是一个家庭哦。好，第四个，你看，安家，那么第四个是单亲，以及自己的儿子啊、女儿啊，单亲的哦，可能自己的妻子不在了，丈夫不在了哦。但是呢，这个也是一个家庭，也是一个 h o、so, u 好说在此的人哦，这个也是一个完整的家庭。OK，第另外一个，另外一个是独居的人啊、哦，这个就是呢，o 身。Person Living alone，哎，可能他刚刚出来工作，他一个人，哦，他要去侍奉什么比较好办事的，一个人就赢嘛，哦，一个人哦。 给哦，okay, oh, 我们再按，所以我们看到呢，有许多类型的家户哦，但是呢，这个不是很重要，最重要给大家看到呢，上帝的心意，无论你是来自一个有爸爸妈妈的家庭也好，还是单亲的家庭也好，还是你家庭有公公婆婆、二叔、二二二舅的都好，还是你是几个单身人住在一起都好，上帝的心意是什么？上帝的心意就是要你去一起侍奉神。 但是今天我们的焦点放回来，就是教会的家庭，在耶稣雅的观念里面，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。什么正确的观念呢？我们再看耶稣雅二十四章十五节，他说：“知于我和我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”那么我们看到第一件事情，我们学到的改变你的思想哦，你要给自己一个 right mindset，就是服侍是全家人的事。 服侍神是全家人的事，是侍奉是全家大大小小参与的事。神的心意就是要夫妻一起服侍，在加上儿女。你们夫妻服侍不够，你要训练，要帮助你的孩子，慢慢的加入服侍的岗位。我很感谢神啊、呃！今天使明在。 帮带诗歌，哎，我们全家一起侍奉神，这这是我们要看到训练我们孩子一起来侍奉神的主要原因。第二，家里必须有一位属灵领头者来领头。耶稣雅书二十四章十五节，他说：“质疑我。”那么，耶稣雅为什么这么执着说“质疑我”？ 因为耶稣要到他老迈二十四章，耶稣啊，就要结束的时候，他讲：“我已经快要走了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亲爱的以色列人，我快要走了，我快要离开了。但是我不管你们，呃，你们要，你们已经看到神迹，神已经看到神怎么样带领你们攻打耶利哥城，抢夺神给你们应许之地之外，你们已经看到，亲眼看到神这么爱你们，这么帮助你们。” 我不管你们接下来你们要怎么样继续依靠着，但是我我要确保我和我的家人，我们还是一定会侍奉耶和华的。所以耶稣呀，就说家里必须要有一个属灵的领头者来领头。弟兄姐妹，你的家里面有没有属灵的领头人？弟兄，你在家里面你是做丈夫，你是做爸爸的，是你在带领你的家吗？ 还是是你的儿子在带领你，这个秩序要搞清楚。如果这秩序没有搞清楚，家庭就会慢慢 out of track 了，就会走出轨道，就会那火车走出轨道，就会发生什么事情啊？就会翻车了，就会发生意外了，对不对？这很重要的哈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今天你要改变你的思想。 今天很多的家庭，当爸爸妈妈在谈话的时候，孩子来问爸爸：“啊，我可以去淫秽吗？”不知道，不知道了，问你的妈咪了，熟悉吗？这种声音。孩子来找爸爸：“妈，我下个礼拜学校要走，要交学费。”不知道，不知道，问你的妈咪啦。 什么事情？啊、哦、啊、呃！就是爹地，做么你什么都不懂的，啊、哦！哎呀，儿子啊，你去问你的妈咪啦。你发现哦，做爸爸的很快哦，就把这种口头禅放在他的口中：什么？问你妈咪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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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问你妈咪啦。好、哦，爸爸，你要吃饭吗？问你妈咪啦。 他已经习惯了什么？问你妈咪啊，问你妈咪，问你妈咪。那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你孩子长大，你要跟你孩子谈话的时候，你觉得女孩子要跟你谈话吗？因为每一次你就讲问你妈咪呢？问你妈咪呢？哎呀，我我,我长大我不要问你了，我直接问妈咪好了。所以你不要怪女孩子哦，我整天找妈咪不找你，因为你什么都问妈咪，问妈咪，问妈咪。弟兄，兴起来吧！ 要兴起来，弟兄,弟兄，弟兄，兴起来吧！哎呀，我们真的是阴盛阳衰啊！阿妹，好了，回去你去回去，阿妹呢？今天晚上不要在这里，阿妹呢？啊，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画啊，哦、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你的家里面，OK，有呃儿女。 谁是儿女的属灵遮盖？我们看一下，在儿女有问题的时候，有事情来时候，谁是他们的遮盖？我们看，儿女的遮盖就是呢，爸爸妈妈。爸爸妈妈有责任保护你的儿女。你的儿女的属灵不是给你的家人，你的女佣，不是你的妈妈，你的公公。虽然你家里面。 可以，你的、okay, 你有妈妈、爸爸帮你看孩子，但是真正属灵遮盖，那我讲这句话，属灵 spiritual covering 属灵遮盖，属灵的事情应该由你来遮盖啊、哦。当爸爸妈妈有问题的时候呢，诶，是谁遮盖他们呢？按一下，父母的属灵遮盖是谁呀、啊？是上帝。这孩子什么问题？ 父母应该来担父母的问题，他们就要去寻求神。这个是一个属灵的一个遮盖。那谁才是真正家里面的头？从这里啊，谁才是真正的家里面的领导者呢？啊，头就好像这个图啊，一个头跑出来。所以说家里的头啊，哎，这家里的头是谁啊？原来家里面的头是。 主耶稣基督，所以我们家才有这个排版，叫做基督是我家之主。是的，你是做爸爸的，你是做弟兄的，你要领头，但是你要领什么呢？你要领头带领你全家去侍奉那真正的头。所以第三点是什么？家里面的属灵领头者要带领全家来侍奉那真正的头。 The spiritual head of the family shall lead the entire household to serve the real head。亲爱的弟兄，你不要只是把钱赚回给你的家人而已，你要带领你的家人去真正的侍奉那一位上帝。所以耶稣要说：“至于我和我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”他没有讲，老婆。 倒水给我，孩子按摩我的脚，孩子帮爸爸开电视机，有吗？没有。做父亲的是要帮助你的家人，真正的去侍奉那个真正的头。所以父母就不是儿女真正的头，记得这个话。父母就不是儿女真正的头，那么。 谁才是家庭里面真正的头呢？那现在我们要进入第二阶段了。第二阶段是什么呢？这是家庭除了要有正确的观念之外，家庭要有正确的使命。哇，不是教会有使命，我知道了。马来西亚有鸿雁二零二零年，我知道家庭也要有使命的。什么使命？什么使命？ 有，耶稣也二十四章十五节就讲很清楚啊，至于我，我和我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弟兄姐妹，基督徒的家庭的使命，用尽一切，都是要帮助家人回到上帝那边，就是要帮助家人侍奉这位上帝。 爱这位上帝，顺服这位上帝，为什么很重要啊？这样的道很少人跟你讲了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四篇一百二十七篇第三节，一二三，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，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。弟兄姐妹，再看一下这段经文有没有写错？看一下，他说儿女是耶和华的产业。哎呦！ 儿女不是我生的吗？生生不是瑞丽生的吗？是啊，但是神想儿女是我的产业哦，生生是神的产业哦。他说所怀的胎是神所赏赐的哦。啊，这个经文非常非常的重要哦，父母一定要听清楚。那英文版本哈，CEV，哦。CE v, 哦 呃, children are a blessing and a gift from the Lord children are a blessing and a gift from the lord children are a gift from the lord they are a reward from him 然后NIV讲, children are a heritage from the lord offspring uh, a reward from him now 我们来看一下，中文说什么？儿女是耶和华的产业。当我们讲它产业，英文翻译成 heritage。这是什么财产哦？财产哦，儿女是我的财产。难怪哦中国人生了女儿的时候叫叫什么千金啊？两个女儿就两千金，三个女儿三千金，五个女儿五千金。 他们把孩子看成是产业哈，哎，应该是以前的人比较懂一点圣经啊他认为儿女哦是产业来的哦，嗯、呃，那产业这个产业是什么？英文翻译成 a blessing，a gift。诶。我们的产业我们要是用钱赚，但是神给我们儿女是个产业，但是这种产业是神祝福的。 神给我个女儿是神祝福我的，神可以不要给我的，但是神给我，神给我们男孩一二三，1, 2, 3, 老大老、2, 老二、3, 老三、老四都是男孩，也是一个 blessing，amen。哦、oh,，Lady，amen 最大声。神给我们女儿八千斤、二千斤、三千斤、四千斤，amen。对了 amen，应该还要有人 amen 呢，哈。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一个 blessing，而且是一个礼物，英文说 a gift。所以结论说，孩子是上帝当礼物祝福我们的产业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不要说你没有钱你有一个女儿，你就是一个有产业的人。我有一个女儿，我有产业，我很有钱，我有一个产业啊。哦 我有个女儿是神给我的祝福和我的产业，那然后呢？英文说 a reward，赐而、哦、而你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，赐这个 reward 是翻译成中文是奖励，你很爱神，很奖励你，神奖赏你，神报得 报仇不是那个，哎呀，杀那个报仇哦，那个酬劳哦，神报赏你这个酬劳。最简单的说，孩子是上帝当礼物祝福，记得，孩子是上帝当礼物的祝福。如果你有十四个孩子，你真的是了不起，因为神给你十四个礼物。OK，神给我们这个礼物，神当礼物给我们奖赏我们。 啊，oh, 给我们在地上的产业，OK，回到来，神给的，那么主权在于谁呀、啊？就不是我们的吗？因为神给我们了吗？所以主权还在于神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要知道一样的东西很清楚的，就是你要有正确的目标，你的家庭，你要知道，你要你要给。 你要你要一个正确的一个概念，就是家的主权哦，不是你做头。真正的主权是谁？是谁给的？是谁赐给你的？是谁赏赐给你的？那很多人都认为儿女是神给我们的产业。 都认为儿女是我们的吗？我们生的吗？我们怀胎九个月，辛辛苦苦生的喂。是上帝是我们的孩子的，那我们来，我们都老爱照做自己的意思来养他们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我们常常都很喜欢，呃、哦，我们要，我们最喜欢孩子听我们的话，有没有？我们。 老爱是照住我们的期待来安排哦。我以后我孩子长大，我要做这个做那个做这个做那个哦。我要我的孩子哦去新加坡读，我、哦、我要孩子去台湾读，我、哦、孩子我要去在澳洲读，天天都为自己的孩子打算。那基督徒的父母听清楚，我们老爱是照住我们的期待来安排他们，所以你会发现，有时候你安排他们不一定这么顺利，为什么？ 都不会，你是安排错误，不是神要他这样的，你去安排错误呢？那么，但是到最后，我们很高兴啊！到最后啊，无论如何，我们都很高兴哦。儿女能够听我们的话了啊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养他嘛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老是抱着这种期待，而你要听我们，我跟你说，你的高兴。 不会太久。怎么说？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卡通。下一张，一岁的时候啊，哇，很开心啊。哦，第一岁的时候，你的孩子会叫你啊，你很开心。呜、哦，开心哦呦，阿哥阿哥，啾啾啾啾啾啾。哇，很，哇，孩子哦，他很开心哦。哦，因为他叫爸爸妈妈的哦，妈妈妈妈很开心。哇，然后很开心，然后孩子再长大一点的时候。 好，下一张。哇，几岁了啊、哦？这幼儿园的、小学的、朋友啊，全部正在一起的时候啊，他们说：“我妈妈说的，他才是好人；我爸爸说的，我妈妈说的。”哇，我们听得很开心哦。什么的孩子都是我爸爸教他的，我妈妈教他的，我妈妈说的哈、哦。好，你不会开心到多久了？再看下一张。 哦，他可能在大一点的时候啊，他认为什么他都比你懂，因为他已经有上学了。他说：“妈咪，你不懂的啦，是张老师说的，妈咪你不懂的啦，是陈老师说的，是李老师说的，你不懂。”哎，哇，心好像不爽哎。 不是我妈说了没？怎么是老师说的？对不对？哇，天天都是老师做，气死我了！干脆做老师的孩子吧，对呀、啊，孩子哦，再大一点，这我们再看一下了啊！哇，十七八岁的时候哦，真啰嗦，落这个老人家还爸爸妈妈还说他是老人家了，啊，真啰嗦，天天唠唠叨叨。 孩子啊，出门要带这个带那个，不要唠唠叨叨了。以为我以为我是四五岁呀、啊，我已经十八岁了嘞！哦哇，你看十七十八岁哦，我是嫌你唠叨啊，弟兄姐妹嫌你唠叨，还会指责你啊！哦哇，一生气一气就出门，啪他就出气了喽。哦，然后再看呢、啊，哎，好了，你就说了。 哎呀，如果你的孩子哦，也发现哦，这样讲，牧师，如果我们的孩子都说不是，呃呃呃，老师说还是谁，不然这样了，让他听自己的话好不好？ 我们不要跟他做决定，他自己听听他自己，他自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，他自己喜欢就好了。呵，哎呀，这样我们做父母还是会会比较安心一点的。弟兄姐妹，当然他不吵你是很好啦，但是如果你的孩子已经长大二十岁了，到三十岁了，等他拍拖的时候，跟女朋友、男朋友在一起的时候，他说：“阿、啊、哥，我妈咪说的，我妈咪讲我们不可以牵手。” 我妈咪说我们不可以吃冰淇淋，我们不给吃炒果条，我们不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孩子已经三十岁、四十岁了，整天还妈咪说“妈咪 boy”、“爸爸 boy”、“妈咪哥”、“爸爸哥”的话，你会不会气？肯定很气嘛！因为为什么你会气呢？因为他是一个长不大的小孩，四十岁了还讲我妈咪讲的嘞。 呃、啊，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是信神，你千万不要鼓励你的孩子听自己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：“哈，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，谁能识透呢？”如果你的孩子整天听自己的话，你不能够确保他听的东西都是对的。 因为他的知识都是从社交媒体，都是从 YouTube，都是从别人 Facebook 教他的。但是呢，如果我们真的是信神的话，弟兄姐妹，既然他是神的产业，你就要叫你的孩子听神，不是听你。听你是因为你听神。 顺服你，是因为你顺服神。他们都是属神的，所以你的工作就是要用尽一切来教导他们，让他们能够明白十的旨意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虽然是父母，但是我们在神的眼光，我们的孩子，我们只不过是一个管家而已，管家没主权。 管家只能够忠心，以后有一天要交账。如果有一天你上到天堂的时候，神说：“某某陈思敏，为什么你这么带领他？”哦，我不懂哎，我以为他是我的孩子嘛，我就叫他照诉我的方法。所以说，他是我给你的，你是管家，我要你的是忠心，而不是要你随便叫他做你喜欢做的东西。 应该是做神要他做的东西，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能够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怎么样养就怎么样养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每一个家庭有一个神圣的使命，a divine mission，a divine mandate for you in the family。 耶稣也说：“至于我，我和我家人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”所以父母的职责 （responsibility）、Respons ibility, your duty。 父母的职责就是要训练孩子，将来长大之后要确保他可以服侍神。哪怕他是个律师，他要成为一个服侍神的律师；哪怕他是一个医生，他要成为一个服侍神的医生；哪怕他是一个老师，他要成为一个服侍神的老师；哪怕他是一个小贩，炒果条很好吃，他要炒的时候也要带人来相信耶稣。阿门。这个就是神的要你做的工作。 父母背负一个神圣的使命，弟兄姐妹，我要把这个真理要教导你。马太基书二章十五节讲什么？他说：“虽然神有灵的余力可以造很多人，他不是但造一个人吗？为何只造一个人？乃是他愿能都得尽浅的后裔。” 所以，当谨守你们的心，谁也不可以诡诈带幼年所取的妻。那他的意思是说呢，神要我们训练孩子成为一个金钱的后裔。所以，每一个的家庭，每一个父母，今天你不只是给你的孩子好的教育，很多钱给他去到什么国家。 你要做到真正的一件事情，要帮助他们成为将来成为金钱的后裔，Godly descendants，金钱的后裔。问你自己一下：今天你的孩子，你已经信主这么多年了，你有没有把你的孩子带到，让他们可以独自的来爱神？有一天你走了，你拜拜。 他们能不能够站立得住？Can they stand alone? on their feet？他们可不可以继续的爱主？常了，他长大之后，你一定要让他自己跟神建立关系。所以家庭是什么？家庭是孩子第一间的神学院。弟兄姐妹，家庭是。 孩子的第一件神学院，你要教导女孩子认识神，神是谁？保罗信念第一位门徒就是提摩太。提摩太为什么这么容易被保罗信念乃是保罗说：“当我想到你的时候，我就想到你的信心。”接下来那一句他讲什么呢？在提摩太后书。 第一章第五节，他说：“到想到你那无悔之心啊，这心先是在你外祖母罗姨和你母亲有吉你心里，我深信在呃也在你的心里。”保罗就是称赞提摩太。今天我能够训练你成为我的门徒，是因为你的祖母，是因为你的妈妈把无悔的心心教导你，从哪里教导？ 提摩太后书就解开这段经文，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，他说，并且知道你，你这个你是指谁？这个你是指提摩太。保罗说，并且我知道你提摩太从小明白圣经，几时你摆圣经啊？弟兄姐妹不清楚加几时，从小，从小。 You have been taught the Holy Scripture from childhood. 体模太能够有信心，弟兄姐妹，你不要期待你的孩子忽然间中学毕业之后就变成哇、哦、，spiritual superman 哦，no way！从小不要不让他们来主的学，不要说有有有。有 有时间让他们学习圣经的话，把他们带去别的地方，让他们好好的敬畏神，让他们能够好好的爱神。你看到铁摩太的家人真的是个好见证，外祖母三代都是敬畏神的，外祖母罗姨、妈妈以及你，在铁摩太小的时候就教导他们。最后一段经文，生命记六章六节到九节。 怎么教？我们圣经没有记载说体模胎的母亲、外祖母怎么教他。但是圣经，我相信呢，他们都有从就业里面学一些东西。生命记六章六节说：“我经日吩咐你的话，都要记在心上，也要殷勤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，殷勤。”福建话讲“紧骨力”啊，好砍人啊！ 哦，殷勤的教训你的儿女，无论你坐在家里、行在路上、躺下来、起来，都要谈论；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，戴在额上为记文，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、你的城门上。弟兄姐妹，那。 当我们读到就业的时候，他其实真正的意思不是叫你哦，你要招单这么做。他其实要把这个经文的精华拿出来。这精华的什么意思？就是说你要随时随地，弟兄姐妹，你不要期待不能见你孩子哦，去为病人祷告。你要开始从小训练他，怎么样训练他？举个例子，当你驾车驾车去 Just Go 没有 parking 的时候怎么办？孩子，孩子，我们没有 parking，来，我们一起祷告哦，让爸爸找到车位。 哦，主啊，帮我爸爸找那个车位。哎，突然间那边有一辆车出来，哎，他就经历到，死的大人，从小小的困难，在你的生活当中有大困难，有小困难。哦，如果你孩子哭、啊，爸爸，我的牙齿很痛。好，阿明来，我爸爸跟你祷告，你自己按手哈、啊。爸爸妈妈跟你祷告哈、啊，来来跟宝宝一起讲，亲爱的天父，今天晚上我牙齿痛。 请你帮助我把这个痛拿掉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只是这样简单，诶隔天早晨他起来没有痛了嘞。孩子有痛吗？哦，没有痛了，爸爸谢谢你嘞。昨天你叫我祷告，没有痛了，耶稣真好，弟兄姐妹，这个就是教导你的孩子，这是让你孩子透过各种的途径。 有智慧、有创意的来教导女孩子，你要用尽一切来教导。如果你渴望看见女孩子一天比一天的渴慕神，你要从此的能力，你就要想尽办法来教导女孩子。还没有结婚的弟兄姐妹，你已经计划要结婚，开始的用神，让你的家庭回到神经。 弟兄姐妹，如果你的家人父母还没有信主的怎么办？没有人做我的头，你就是暂时家里面属灵的头。我说，弟兄姐妹，你要有智慧，真的要有智慧哦！我相信，当你祷告的时候，你的家人一个一个会更向神。亲爱弟兄姐妹，对神的话也不要吝啬。我看到很多的弟兄姐妹可以花好多的钱去给孩子学这个学那个。 但是，让他们来主的学，让他们来学神的话，买一本好的圣经，买一买好的教材，让他们不要整天他们看奥特曼啊，不要整天让他们上手机就看那个黑货黑货黑货，他长大他一定黑货黑货的。对，给他们看好的，去看一下哦，好的圣经的故事下载给他们看。我跟你讲。 如果是给他们看赞美之前小朋友敬拜赞美的，当你一放赞美之前的歌，他一定会跳舞，他一定会歌唱。他来教会，他比你更厉害敬拜，因为他天天都在看，天天死的坏。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工作，我们很少时间，但是你给他听使的话，死的话也会一天一天进入他们的里面。弟兄姐妹，这个教会是一个教会家庭的教会，我们要看到侍奉我们。 绝对不满足只看妻子服侍谁，我们绝对不满足只看丈夫服侍谁，我们绝对不满足只看孩子是否，我们的心意，上帝的心意，我相信都是上帝的心意。上帝要全家得救，全家服侍谁，这个才能够圆满，这个才是神给我们教会一个很重要的使命。我们要看到全家大大小小是封神，让我们来祷告。哈利路亚，主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 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不会花很长的时间，我也不会做呼召，但是今天晚上，这个是一个教导的信息，但是今天晚上，给你很多的反思。今天晚上，当你看到这个信息，有没有回到正确的观念？有没有把你的家人带回到圣经里面？你很会服侍。 你很会做很多的事情，但是上帝要你把你的家人带回圣经，Bring them back to Bible，把你的家庭带回圣经，把你的家庭带回神的心。我告诉你，当你愿意很努力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，我告诉你。 神的恩典跟赐福会大大的领导你，你会很欣慰。当你看到你的孩子不是神的时候，你会很欣慰。当你孩子去吉隆坡读大学的时候，你会很清楚知道他不会学坏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心中有上帝。你不会，你会很舍不得。 可能你孩子去澳洲读书，但是你会很放心，因为你知道你从小就把你的孩子教会敬畏神。你会知道，无论你有在没在，你的孩子会敬畏神，他不会做危害社会的事情，他不会去做违背上帝的事情。这是我的祷告，这是我要看到赞美灯塔教会的弟兄姐妹开始看重你的孩子。 不要只是故作不是，但是把你的孩子撇在一边。你要看见你的孩子，今天你的孩子是怎么样的孩子？他其实在反映你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人。弟兄姐妹，你的孩子就是你的镜子。你要悔改在神的面前，把自己带回上帝的心一些。 然后你才能够把你的孩子带回到上帝的面前。救恩不能够只是临到你，他一定要流传在你的下一代，因为这是你的使命，亲爱的父母们，这是你的使命。从今天开始，虽然你不知道，但是从今天你已经知道了，你要立定心志，把你的孩子带到神的面前。怎么样带？开始为他们祷告。如果你的孩子已经远离你的。 卑劣的，为他们祷告，浪子会回头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，亲爱的主，我们谢谢你，因为你很爱我们。 你把很重要的话语都告诉我们。你很爱这个教会，因为你要看到这个教会走到我们说我们要复兴的时候，到我们说我们要寻求你的时候，你先把我们最基本、最根基的东西都要调好。你把我们最 fundamental、最 basic 的东西调好，你要把我们教会的根基建好。 当教会的根基建好，这个教会什么时候都能够迎接复兴。因为当有人信主的时候，全家都能够服侍神，没有一个人例外。全家都能够服侍神，没有一个人例外。大大小小、年幼老少，这个家庭都能够预备好服侍神。主啊，家人不再成为我们的男主，家人不再成为我们的负担。主啊，当我们爱主的时候，我们知道我们妻子也爱主。 当我们爱主之后，我们知道我们的丈夫也爱主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是弟兄了，如果你的妻子不能够跟做你一起，不是开始为他祷告；如果你丈夫不能够跟你同心一起着，是不是开始为他祷告？今天神的恩典要领到你的家庭。当你开始祷告的时候，你会看到神开始翻转你的家。主啊，我祷告，奉圣父、圣子、圣灵的名，祝福、赞美灯塔教会的弟兄姐妹。 恢复他们，恢复这个教会，回到你的，回到你的圣经，祝福每个家庭，祝福每个年轻人。谢谢主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声明祷告，阿妹阿妹，上帝祝福你。